这个饼啊，是我们只有海南人做啦，只有我们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1926年就来了，那时候我外婆也是唯一一家在做这个海南饼，海南人就是来中秋啊，他们就会来找、这个、一定来找这个饼，适合老人的口味。不甜，不甜，吃了又不腻啊，就是咯，因为它有小粒嘛，它一桶饼有10个，可以分很多人吃的，小孩子拿到了也是高兴的，真的，一人拿一个去咬啊，是这样的。13种材料，我们全部要经过那个搅拌啊，炸葱啊这些，说全部是自己做的啦，在店里，所以它的程序是蛮多的。皮哈、这种皮也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因为这种皮哈、我们要自己煮，差不多煮要一个钟头，糖水要煮一个钟头，还要摸它的口感够吗？够滑吗？这样的，不然你做出来饼是很硬的。我是专门。做那个皮给我妈妈包了，我妈妈是专门包饼的，我是做皮的。我差不多我爸爸死的时候是我8岁嘞，8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开始维持生计，就那么我就跟着她去做饼，8岁8、9岁，读书回来还要做工的，是这样的，没有童年好像觉得，就是这样咯。出嫁以后还要回来帮啊，有时中秋节的时候人手不够，我还是要回来的。因为这个饼啊，是我们只有海南人做啦，只有我们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就觉得很骄傲，是真的。To me, it's a responsibility to actually continue this pastry. First, because it's my grandma recipe. Secondly, it's 92 years, you know, Hainanese heritage. If I don't do it, it'll be lost forever, you know. It's part of the Singapore growing. 1926, where do you find a recipe that actually originated since 1926? And you can't find this back in Hainan Island, you can't find this back in mainland China. Not, it's only here. So all the more we must preserve this. Yeah, must carry on. I just try my best to keep it going.